不能牵手的挚爱。你逼我退让，就是在逼我放弃你。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将来的。无法割舍的亲情。为了齐元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他明明是这辈子最爱我的人，我竟不得不处心积虑地防着他。一步步走向权倾三朝的太皇太后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，长安诺。